他们是怎么同意把包包分期给你的？ 晚上吃什么？ 你真会过日子，你怎么不自己买点吃的回来啊？ 你闯那么大的祸，我哪敢出去啊？ 你还光着脚呢。 脚还没洗完呢，都怪你这包包！哎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！受不了了，真受不了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刚回来就要出门呢？我回趟学校。 子慧，徐天今天真的去找你啦？嗯，去你公司啦？又跟到医院？谈了？谈了。然后呢？哎呀，问你呢。 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喝酒。哎，你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？一箱啊。高兴啊！明天毕业干嘛不高兴啊？哎，赵子慧还是没同意入伙。不同意不同意呗，来，咱们自己干，一样。 干古白来的，为啥不干啊？开小饭店怪不怪？在写字楼里就以为自己也是世界五百强啦。那他们两个万一以后干出来一个上海五百强呢？打工跟坐老板不一样的，小老板也是老板。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我再反对。再次无效。 玉田，我认真的告诉你啊，如果贾小朵进来，我就走。我们俩你只能挑一个，你挑吧。哎呀，别，不激动，不激动啊，不激动。答应了呢，就要付出精力。我不想冲动。我们冲动就好啦。哎，你就负责在这冷静的做规划。啊，如果贾小朵入伙。 早晚有一天，不是我溺死的，就是他气炸了我。咱们做饭店讨个彩头，对不对？你不想做出刑事案件吧？哎，少主，你要听我说句实话吗？其实啊，你跟贾小朵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赵子慧。我不重，我什么时候？ 哎，徐天，我知道，我明白了。徐天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赵子慧了？哎，中国有一句那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就是那个什么“金石什么什么，诚实”之类的。我猜你是想说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吧？哎，就是这句。哎，你说你学问这么高，你当什么厨师啊你？ 有学问才不会见色思迁，你才见色思迁呢。说老实话，是不是看上赵子慧了？疯了！我明天再去医院陪奶奶。你疯了？睡吧。
明天呢，我要到医院陪奶奶。啊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哎，子慧，你不会是喜欢上徐天了吧？我谁也看不上，这样最好。谁啊？几点了？包子吧，小花。不可能，要是包子的话都冲进来了。你要打你？哎，谁是徐天啊？徐天啊，我。啊，你的快递，火车票，签个字吧。啊。好的，行，谢谢啊，司的。好的，哎，谢谢，谢谢啊。火车票，是火车票吗？啊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什么时候？星期一。这刚还聊说开饭店嘛，怎么又走啊？我这不两三天就回来了吗？这脚长在我身上啊。好，那行。呀，你们俩喝酒不叫我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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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坐。哎，你喝高了没有啊？没喝高。那我跟你说点正事儿。正事儿啊？喝高了。哎呀，我掐死你！我说了啊，那个，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酒楼去上班啊？啊，随便啊。怎么能随便呢？不能随便，要我的人可多了。话那这样吧，我星期一回盐城跟我妈说一声。那行，那星期一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不用了吧？用，我得实地考察，双向选择。那个高铁票我就自己先订，等你们家酒楼录取我了再给我报销啊。哎，那要是不录取呢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行了，我找着工作了，来吧，喝吧。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干嘛那么着急啊？我急什么？我一点都不急啊！我都准备两三年了，我儿子毕业回来日子正好，我找人算过的，特别好。哎，喜儿，哎，快点把对对对，把那个阴阳细水的床单被罩给乔阿姨看看。嗯，你看我们这质量，你看这，你看这刺绣，我找人高级定制的，很贵的，哦，真贵的那要死的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去我婚纱店看看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去的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忙停到这里我就去呀。哎，婚床还没到啊？啊，应该到了，我去取。哎，你不懂的，不懂的，我自己去。婚床最重要了，要是质量不好，不让他们抬进来。你们忙啊，忙忙。小丽啊，你就别去了吧，你去忙自己的事儿，你待会儿还要试婚纱呢。没事儿。阿姨啊，真的不给徐天打个电话呀？你都要改口了，还叫阿姨？我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你放心，火车票已经送到了。你要是给他打电话，反而都是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听我的啊。是这家银行吗？哎，你们家附近哪还有？拐过去有个建行。那你跟着守着，我去趟建行。弄得我们俩跟侦探。哎，你说这以后创业要是成功了，得写书里。来了，仇人也来了，稳着点，稳着点，看着他我稳重不了。哎，两点啊，咱们俩是死党，他们俩也是死党。我要死看不上赵子慧的话，你会跟赵子慧一起做事吗？你都把他比成诸葛亮了，所以对贾小朵客气一点啊，要不然赵子慧的话他不会入伙的。第二点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看呢？是男人就别跟女人斤斤计较，再不济你当他是空气呗。这样，我只管开车。走。走。哎，跟他做思想工作了吗？昨天做了一晚上。没成功啊。快了。哎，你们准备投多少钱啊？你说呢？
我反正就是投个小股。赵子会说了算。来啦，出来啦。毛庐第三顾。还你钱。昨天只借了一百，另外一百呢是昨天你陪我奶奶的工钱，两清了。哦，那一百不够了。那你要多少？一百一次是够了，可是奶奶今天约我单独去医院陪她散步。啊，单独你知道吗？啊，老人家有话要跟我说。坐在床边肯定要比散步要便宜点嘛，散步肯定要贵，是不是？就算我求贤若渴，也要再多收一百吧。把你手机给我。干啥？给我吗？手机放在口袋里，我要听见你和奶奶的对话。哎，我又不会胡说八道。就是防着你胡说八道。那你给个范围嘛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昨天奶奶问我，什么时候跟你结婚，我该怎么答？我说本来应该有一个叫颜若周的人来，哎，可是你跟他翻车了，我临时顶替就为了挣一百块钱。可是我还有其他的目的，我想拉你入伙，白手起家做酒楼，我心诚吧？你要是现在还不放心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现在过去跟你爸爸、奶奶说，你这一年都在上海混得一般，你那些才是胡说八道。子慧，奶奶让徐天过来一下。哎，来了。拜托。看上去还不错，他们家条件好吗？还行。做生意的？不是。嘿，这年头还有不做生意的人。明天早上出院，你过来送送奶奶。奶奶说的，星期一你又上班，不麻烦你。爸。嗯。最多三年。我把奶奶接来上海，房子都看好了。你不是有房子吗？再买一个新房给奶奶住。这儿倒不错。爸，要不您先回病房，我一会儿接奶奶回来。啊。我们走一走吧。哎，行，来。你不用扶我，我慢慢的走。我还是扶吧，子慧盯着呢。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这就前功尽弃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女朋友啊。那还能问谁呀？哎，那时间长了，七八年了吧。哦，这么早啊？是我妈把她带回来的。
你妈妈见过她？啊，那何止是见过，就是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。你妈妈的脾气好吗？你不要不高兴，姑娘嫁人呐，婆婆好才是福呢。奶奶，只要我们两个一有什么事儿，我妈第一个肯定骂我，但是我跟我不是她亲生儿子一样。你喜欢子慧吗？喜欢吗？她。说实话，当然要说实话。喜欢，但不是那种要死不活的喜欢，差不多跟普通人一样。好啊，过日子啊，就是要跟大家一样，那要死要活的过不长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是做啥的。啊，我准备开酒楼，就是饭馆。那子慧到你开的饭馆去吃过饭吗？啊，他在公司里面上班呢，他主要还是负责指导我，他心劲儿比我高。你呀，要说说他，姑娘的心气儿高了是要吃亏的。人呐，这一辈子呀，说话就过去了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心比天高，回头想想啊，过去呀，看不起的东西呀，比什么都好。奶奶，哎，慧啊，我们回病房吧。哎，来来，走。吴奶奶，量血压了。奶奶下午要多休息，适量运动就可以了啊！奶奶给你两个右手。你们两个回去吧，奶奶要睡会儿。奶奶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来上海一趟，最好来两只灌汤小笼包。好，我从公司给您带过来。你们公司有小笼包？公司没有，我在公司加班做完表格，顺道买好给您带过来。你去陪陪慧儿去。好嘞。奶奶，我们先走啊。你女朋友叫什么？刀丽。出家里啊？还没结婚呢，带着跟自己家人一样。哎，我该跟奶奶说的就是她。怎么样，把奶奶哄得还算满意吧？我是三顾茅庐第三次啊，该同意入伙了吧？啥意思啊？谢谢，明天不用来了。这车多少钱啊？上保险了吗？我有驾驶证的，公司一起出去的时候我经常开车。哎，你饿不饿？
是赵子慧的话，早就跟你们合作了。赵子慧是工商管理的硕士，这学过就得派上用场。你说那写字楼里全都是工商管理硕士，那显不出本事来。他得咱们四个人里才能拔尖儿，对吧？我拿你当空气，你拿自己当苍蝇啊？你说话这么难听，你要死啊？我真的忍你很久了。本小姐一直在哄你，知道吗？都不大气。做错什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过来，解释一下。不是，你把我弄得头昏脑胀的，你这夏小朵，你就是上帝派来弄死我的人。你弄死我吧，你这什么破车？谁弄死谁？子慧，子慧，你给评评。哎呦，子慧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子慧，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走哪儿去啊？去哪儿啊？别废话了！哎，子慧，子慧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？我把他当空气了，空气，我。咱们俩是不是朋友？是。这事没完。对，没完，没有完。子慧，站住！你等等，你想干嘛？你行不行？你给句痛快话。不行。为啥？我们根本就不了解。我不用了解你，你可以随便了解我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事儿，开饭店就跟天方夜谭差不多。哎，只说不做才是天方夜谭呢，要不然试一试。要是你是，他们找的是你，你有脑子。他们俩有手艺，我跟少仲是正式厨师，多正式！煎炒烹炸，海参、鲍鱼、燕窝、里脊。你开酒楼还是开路边小店？投资多少？上千万投资开酒楼，要考察周边人群环境，考察风情菜系，考察风格服务，特级厨师才是招牌。新出道厨师撑不起酒楼生意。路边小店？对，就五六七八张桌子那种。现炒现卖，经济又行啊！简简单单路边现炒，平常小吃也要做得出味道。海参鲍鱼不算本事。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出平常食材的好味道呢？在学校人家都说好。我又没尝过。你尝尝。徐天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赵子慧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事业。
关键是你的想法都没有成熟，只是脑子发热冲动。我脑子半辈子都是热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啊，我也觉得冲动没有什么不好啊。你说我不冲动，我就不会来上海，那大家都在老家待着，这辈子就不会遇见了，是不是？我脑子从来就不发热，所以要试试。不是，说不定味道会很好呢。有多好？你试了才知道。我很忙，没时间，还要回公司加班呢。100块钱还给你。你劳动所得，我不欠人情。怎么说啊？啊？撞成这样赔多少钱啊？赔自己修。什么？自己修 ？Sorry， 我没听清楚。自己修。哎，这车还能开吗？能飞。换水箱，左前灯，尾灯，再加上钣金喷漆的话，一共5000。我车才值多少钱？3000。3000，4500。这样啊，你看，咱们就把水箱修好，然后前后灯一修，钣金喷漆什么的都不做。2500，3000，最低3000，不做算了。坐好一点。来，在这签个字。哎，哥们儿啊，这车大概要修多长时间？大概2个小时。2个小时啊？你能不能快点？我这车一会儿还着急拉东西呢。哎，好吧，见谅。拉东西？拉什么东西？灶台、煤气瓶、锅盘、铲子、调料、食材。上哪儿了？上学校拉呀。我理解，这好像不叫拉出来，叫偷出来。你要干嘛呀？哎，这事儿吧，你就不用管了啊。明天可就毕业了，你往外偷东西，那不是处分的问题。你不想毕业了？我晚上还回去，没人知道不就完了吗？我先搁兜里啊。拍什么呢？旺铺寻租。咦，你不是不帮人家吗？口是心非。哎呀，真是要什么来什么。这大小位置都挺合适的，要不要给老板打个电话？但价钱也不一定合适。谈呀，你看这附近这么多小饭店，生意肯定好。走吧。嗯，到底上不上心呀？你先回去，我还要到公司加班。我想问一下，178号在哪边啊？这儿，就在这儿。谢谢您啊。请问赵子慧是住这儿吗？你谁啊？我吕倩。
这里哪张床是赵子慧的？喏，那个有三年计划表的就是他的。你是子慧公司老板？是。那公司领导不是严若洲吗？换了。严若洲是我的下属部门长。大领导。嗯，子慧现在在公司加班呢，我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吧。不用了。跟你聊是一样的。跟我聊啥？你买保险了吗？这么几套衣服吗？啊，是。这地方也能住人？我是人，赵子慧也是啊。虹桥市场买的吧？赠送的。当心铅中毒哦。哎，吕老板，您是公司专门派来关心职工的？了解了解赵子慧。你了解赵子慧？你在公司了解啊？这房子我住一半，你把我都给了解进去了。他老家是哪儿的呀？辽宁。真不容易，要不然怎么制定那张三年计划表在上海买房呢？谁给他买啊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。自己赚钱自己买，升职加薪也他自己说了算吗？当然你说了算。我的断了，还没来得及缝呢。生活这么拮据，难怪想登天。气死我了，李倩是吧？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全权不代表赵子慧啊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一进门就开始装王母娘娘，一身行头包着一副松皮老肉，你想装到天上去？你几岁了？啊？你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四十了吧？哎呀，年纪这么大，当然要用贵死人的化妆品啦，要不然男人怎么能看得上你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没用的，男人也喜欢漂亮的小姑娘，是不是？哎呀呀呀，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是不是美容美过了？来，要不要我推荐一款天然的面膜，给你排排毒？比你在美容院用那贵死人的保健品好用多了，啊！拿着，拿着，送你了。别客气。
说什么呀？还在生气啊？我在咱们的屋子里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那个房子跟我没有关系。你又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说的话对。年轻漂亮女孩也奔自己的幸福，是我狭隘了。还过不去啊？以后赵子辉只是我的助理。年轻漂亮才是真理，以后我只是你的上级。喂。严总，陈辉啊，昨天给你发信息，你没回啊？没什么好回的。医院的事儿，对不起，不是我的本意。没关系。陈辉，严总，以后有事儿上班时间说吧，下班就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哼，有事都不能给你打电话。你是我的助理、啊，业务助理，跟生活没关系。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。这样子以后好尴尬的呀。张辉，子辉，路边小炒，普通食材，尝尝我手艺。你疯了吗？干炒牛河，素菜一只，青菜还是菠菜啊？选一个。你这样，城管会把你抓走的。所以赶紧点菜啊！青菜，啊，清炒还是蒜蓉？清炒，清炒考验功夫啊！清炒。面呢是求我同学帮我和的。馅儿是我自己调的啊，八只上海小笼包，五分钟后马上出炉啊，拿回去给奶奶尝一尝，绝对比小铺子卖的都好吃。